结膜炎案例。张小姐2017年7月11日下午1点求救，自述眼睛干涩发痒，用力揉搓后结膜充血，指导她用按摩棒自行按推头部原始点，加热电温敷头部原始点，棉签蘸淡姜汤滴右眼，饮用姜汤。一个半小时后，患者发来图片，显示红肿有明显改观。之后又用同样方法处理一遍，晚上红肿全部消失。12日下午2点发图片，显示眼睛已完全恢复正常。24小时前后比对。7月11日7月12日心得：这毛病好几年了，常反复，医院检查叫结膜炎，眼睛干涩痒充血红肿，每次都给滴眼药水，好几天才能好，而且痒忍着不去揉，死撑过去非常难受。有了原始点，淡姜汤洗眼按摩两次，一天就好了，太感谢了。运用原始点的过程中，明白了患处不能推揉，要按推原始点，感谢张医师研发了原始点，感谢志工们爱心推广，使我受益多多。